那走吧，把门上面的窗户都关一下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停车场，这边应该是一个小镇了，朋友的一个店铺在这里，今天过来玩。下来吧，要不要先洗漱一下？我们今天早上还没有洗漱。出来玩开不开心？是不是感觉又出来旅行了？是不是？我们待会儿有事情。这边还有一个小游乐场，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药店啊，他们是投资了30万哦，在这边开了个药店，千金大药房，现在还没铺货。 Hello、看一下这个药店哦，发货还要早嘞，发货还早哦，货还要再时间，月底才开业。那边是中药哈。中药。中药，这边是西药。子涵，你喊人了吗？喊了吗？保健食品。食品。还有就是维生素、矿物质。清热解毒、感冒类、滋补类，哇，这个分区好那个，分区很明了哦。这边就是中药区，这边是非药品区。哇，这个货架好多呀，能装不少货嘞。这里总共多少面积呀？60方左右吧。60方哦，两个门面感觉。好，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啊，斜对面是一个石油加油的地方。我觉得是按摩院的。他那边的货也好多哈，看起来。要铺蛮多货的感觉。他这个主要是铺货的想法。你看这边啊，感冒类，乳头平喘，那边还有那个肠道的，妇科用药，都是分区很明确的。他这边啊，包括这个门面，再加上上面有个3室1厅。一共是租金是30块钱。要我们找一下暗门在哪里，我们走到这里是推门一样的，把它拉开，看看这里有个门呢。这里面应该是有仓库。回来住在朋友的药店，现在回来了。你要会擦车啊？走，我们上车吧。我现在把餐桌打开了，那个油估计不够了，要不我去加点油。你怎么加呢？就是开车去嘛。开车去，另外就是拿个瓶子装回来吗？对。因为我看一下我们还有多少油啊，走，咱把鞋子给爸爸。哎呦，再擦车了。试一次了。对，看一下油，我这里呢总共是加了，我车子买回来的时候刚好差不多就这么多油，现在呢也还这么多油，然后呢我们用了这么几天的话，用了快一个星期了吧？不知道，没有吧？哪有这么快？反正用了几天了，几天的时间。然后我应该是加了3升多的油，也就是说我们车子用了这么久，大概我就算4升油，4×6=24，用了24块钱的油，24块钱的油应该用了至少5天油了，平均一天用了个5块钱吧。
然后每天用了个五个小时左右，就是要看你用了多少次，有的时候很久了。嗯，一个小时大概1块钱。这个产卵，因为我们这个产卵呢，它是高原版，高原版，所以它的取卵效果非常好，可能油耗也会相对来讲高一点点。我就加点油哈。嗯，这算比较空调。嗯，其实比空调还舒服一些。就是空调。体育馆的群星局长是这里吧？局长好像在这边。在哪？在这里面吧。嗯，好像是的。应该是在这里面。我去加油吧，你到车上还是跟我一起去。嗯。现在我去加点油，给大家看看我们加油是用哪个加的，用这个东西。因为上回我去加油的时候，他没有专门的油桶买的，就拿了一个玻璃氧护液，然后我把它稍微就是把里面的水给甩掉了。看一下，哎，对，看了一下容量。我有两个瓶子，这个是1.8升的，也就是说我把这两个瓶子加满是3.6升。3.6升的话是用了5天，3.6升的话油价应该是6块钱的话，3.68，差不多就是20多块钱吧。20多块钱用了5天，差不多也就5块钱一天吧，也还行。平均每天用5个小时，差不多就是1个小时1块钱，也还可以。如果说是晚上我打一个通宵的话，是8点打到第二天8点的话，应该来说就是10多块钱吧。而且我这个产卵它是高原版的，高原版的它效果很好，我开一段时间是需要关掉的，就是把它给关掉，因为你不关掉的话，里面就会很温度很高，达到23度、24度了。哪怕我是最低的档位，它也会里面的温度也会很高。所以一般平时我都是开个一段时间把它直接关掉，关掉的话它能够保温好几个小时吧。柴油价格是5.4块，本来想到他这里买两个油桶，没有，我就只能继续用这个了。买了2桶油，一桶油管2天，2桶油管4天。打油还挺快的嘛。对，我们先试一下看能不能抽出来。哦，这个就是专门抽这个油泵的吗？对，先看能不能抽出来，然后不能抽出来我灌了2瓶。哦，反正因为接下来就是可能过个2天吧，就是温度很低了，1-2度了。嗯，好像周一有雨夹雪。可能要会下雪，我必须把这个柴油这个油箱加满，看能不能抽出来。我上回抽了，抽不出来。嗯，这次再试一下。这个油箱我是第一次这样看到。我感觉抽不出来。抽不出来，管子拧不进去吗？嗯。管子是拧不进去吗？长度够不够啊？好像有一点点感觉，抽不出来。难进。油箱绝对是已经插到油箱里面去了，但是抽不出来。嗯，我的方法是没错的，就这里能抽出来是吧？啊、哦嗯，你看这，哎，等一下，那个管子头出来了就完了。嗯，
为什么你这里面都抽不出来？对，可能那管短了。短了。嗯。我在那放。这个是他们那边送的吗？瓶子吗？嗯。瓶子，上回就到他找他们要了呀。嗯，这个方法挺不错的。上来了吗？还没上来呀。肯定是这个棒转起来了。我到。嗯。哇，刚刚只有一点点的嘞，就这么一点点，现在加到这里来了。还有一瓶，估计能加到这里。蒋鹏，你说这个油这样子加在这里安不安全？怕别人偷啊？对呀、啊。这里一共才20块钱。好，这里能管个4-5天吧。只管个4-5天吗？这两桶油也才20多块钱。你这多少升啊？有没有个5升？3升多。管个9天，4-5天了。一天用个一，5-6个小时用个1升。嗯。一天用个5-6个小时。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那个报警器，就是甲醛报警。甲醛报警器？不是，那个叫二氧化碳报警器。好，这是在哪里用的？嗯，这个是在哪里用的？在哪？嗯。那还有电池。